这是波特兰的中国花园，等一下我再来找寻那个地方给你们看。每个人都去看玫瑰花园的，然后就没有来看这个。还有一个铜像，好，我们刚才照的森公园呢，就在这个蓝色的所在位置，然后它整个是在 Portland Japanese Garden， 好，那这个地方就 4.5， 那北边呢就是这 Vancouver 就在这里，这 Portland 在这边。Oregon， 然后再上去就是那个西雅图，我们刚从 Olympia 过来的，这整个海岸线就这样子。那刚才有照视频是经过五号公路这边，那现在我们近况看，那现在 Google 很方便，那这是我们所在位置，那等一下会。我们有另外一个视频会来拍这个玫瑰，那可是停，现在停车，现在又星期假日，所以我停得很远，这边反而都没有人。那就26号这之间，你找一下就知道了。Portland Japanese Garden， 就这样子。那这里情况就是刚才所照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